谢谢谢谢。过节好，过节好啊！这个，嘿，被你们发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支持这个男女相声啊。谁这么男女相声？怎么那扇子都没了？这打飞了吧？前几场子挺好。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对啊，没出十五呢，都在年里边。是，我们哥俩给大伙拜个年，嗯，这算是晚年了。哎，晚年幸福吧，各位。话听着别扭啊，话听着别扭，心里边很高兴。哎，是心是真诚，都是老朋友，嗯，没有外人。对，大伙来了，尤其看着您啊，这人家看咱们德云社，我特别感慨。嗯，打这儿开始，好几位于老师烫头了吧？话是玩笑，对，但说明大伙儿跟您这个心是在一起，那大伙儿惦记着我，喜欢您，爱您，是我希望您健健康康的，多说些您，得了，为了观众，保住您的尸体啊，尸体，那要尸体还能多说些年吗？这不是那叫身体，对对不起，我这嘴是有毛病，就到我这儿有毛病，保住您的身体，谢谢，嗯，大伙儿都熟，嗯，当然了。您了解的是舞台上面的我们，对台下的我们您并不是很熟悉，那叫另一面。拿我来说嘛，嗯，你们都知道郭德纲说相声，对呀，这是我的工作。哦，但实际上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您还有一个身份？我还有一个嗯不为人知的身份。哦，那您能不能张工介绍一下？哎那是又另一个身份了。这老姐儿俩聊的啊，我们哥们过着。嗯，这个我这也不知合适不合适说。那您介绍一下。但好在过节了，也没有外人。另一个身份是？我明着是说相声的。哦。我实际上按着吧，嗯，就是我这个地下的工作的身份。我偷偷摸摸的，我是个文人。谢谢文人，可别客气了。谢谢古人。文人还用偷偷摸摸的呢？这个年头，你要说自个儿挺有学问，这丢人。是吗？对对对对对，哦，你要说你专家了、教授了不起了，那就丢人了。哦，嗯，这么回事儿。对对对对。啊，那您我是，业余爱好。哦，这文人现在都是地下工作者了。对对对对，业余爱好，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做一个文人。外边文人都犯法是吗？文人嘛，啊，文人骚客，有这个说吗？倒是，哎，嗯，你闻啊，闻您这骚味儿是吗？文人骚客，文人墨客啊，就说文人墨客吧，好解释。做学问的，嗯，从小我就喜欢这个，那是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苦奏舟。哎，这两句话您倒好几个字。怎么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多看书是有好处的。那倒是，我到现在我都数不过来我念过多少本书，看的太多了，尤其是古典文学、诗词歌赋，嘿，看了很多。哦，三字经，哎呦，百家姓，嘿，十里河。二龙路，大北窑，您这画地图来了，这类的书都念。这什么书啊？这大北窑是一本书啊。嗯，五经四书我也念过。哦，五经，嗯，一经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吃早点上班，值夜班呢？您这是哪有三经四经？五经四书，嗯，四书三书，二大爷这都念了。这个二大爷最难念。不好念，那是您二大爷很念很念。嗯，这个大学初中，这都念过。大学，嗯，中学，嗯，小雨儿，一天，嗯，擦边帽子都念。天气预报，啊，大学中庸，中庸，嗯，不中庸，啊，不中庸。废物脸一半吊子二百五，一根筋缺心眼儿，弱智，都念。您还都学过呢，学过。《礼记》，《礼记》腰窝上脑黄瓜条，胸口，我连羊尾巴油都念了。哎呀，您这学的太腻了。嗯，你看吧，
学无止境，学无止境，学学不要学，哎，我要给不要一学，行了行了，拼音点单一课了，嗯，可以，我们那会儿没有，我们净写毛笔字儿，毛笔字儿，说毛，我这字儿没错，这字儿，我成功了，毛笔字，毛笔。哎，可以。什么可以？毛毛笔字，毛笔字，文文字字字字。哎哎哎，我说对了。蒙上来的是吗？哎呀，一身冷汗。就这么一个字儿。喜欢写毛笔字。那是书法呀。古往今来这些名家的作品我都看了。嚯！颜真卿。嗯。还不少人吧？哎，就是这么一个，就不少人。嗯，这都知道。他们都有那，他们写的那个就是印好了那个。啊，哎，我可是攒了不少的，这些抄写的。您这老烧饼呢，吧唧吧唧的在那贴。不是那个什么？您说的是什么呀？你说叫什么？您说书法家有名的写那个叫？一下就给叫住了。您说什么了？叫叫住？你说这叫什么？文嘞，文嘞，名家写那个叫帖。帖，现学。谁问谁呀、啊？大家，你说错了。怎么呀？那叫屁，叫气儿。这地方搞什么小字眼儿呢？外行外行都说屁，像我们这些文人内部气儿。来来，气儿。好，成功了。哎呀，我没说什么玩意儿叫气儿、啊。不管谁的啊，欧柳元照，不管你哪些个名家写的气儿，到我这儿为我所用，全改成过气儿。哎过气儿，我就爱这个。哎，过气儿，过气儿比水饺脆。嗯，怎么搁这儿呢？嗯，哎呀，我喜欢这就爱写字，爱写字。哦，名家的都看过来了。后来我瞧见这么一幅字，我傻了。谁的？写了一首小令叫《秋思》。哦，无意中看见。出城老树孙家，小桥流水人家。我到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嗯，这是古诗。这个作者叫马致远。元朝人，对，写秋思，秋思之祖，人家称写他，元杂剧写的也好，是散曲写的也好，这他都有。他的字人称为叫马字，哦，元朝就有这句话，千金易得，马字难求，就那么难，词儿也好，字儿也好。当时我想完了，怎么？我崇拜人家呢？您喜欢他？学学，谁能教我写马字？我要学这个，很难。当时我那会儿还小呢，多大？那会儿刚十二。哎呦，那还真不大。从名师往高中，每天我自个儿拿着奶瓶子抱着尿布。哎，我们这您才十二呢，十二也不小了，那就啊，十二还没断奶呢，你就是适当的喝点，适当的。什么叫适当？当酒喝呀，这。哎呀，找高人去啊！真找着一个，北京城薛文太守，有一王先生，书法家，王先生拜师学艺。学写字跟唱戏啊学相声是一样的，都得下功夫。上人家去，嗯，天天一进门跟人中午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当的，在这就忙活着。先等会儿，嗯，学字干嘛？叮叮叮当当当的，进门归着屋子干活啊，磨墨啊，什么是收拾桌子都是我的事儿。你收拾桌子也不是坐桌子吗？叮叮当当的，你桌子不结实就叮叮当当的吗？哎，先打坐桌子开始学啊，写字啊，人性刺激在这看着，说相声嘴脸上。怎么了？瞧不得高人，高人瞧见有身份人，大心恨。我干嘛恨他们呢？我当时我们学字那会儿多苦啊！啊，从小楷开始练，练到抓笔。哦，抓笔那杆那么长。对，从笔头这么大。是。再后来还练那大抓笔。怎么个大？一米五的杆儿，头了这么长的头，天天来砸一大。写完涮啊涮。说完您干这屋，这屋，现在就这么练啊，那就是累。嗯，我说将来串门的咱们就歇了。那是串门人家跟那说话，咱们这歇，歇一会儿，差不多人走了。哎，王先生，哎，到底咋了？哎，赶紧去练去。人来人也不碍事，您让他脚抬去。没那规矩，没那就这么练七年。和我心里来说，到今天，王先生在我心里边还是个圣人，真的。就是这个写马字的王马字先生啊，王马在那儿。
心里我挺累的，是吧？那是您一直在人那擦地来的吗？您讨厌的。废话，在王麻子那擦地的人打工去了吧？宣武门菜市口。对，就说是那网店。我是讨厌现在公司多用了，就在那这个太辛苦了，知道吗？就后来就是说种种原因吧，我就从王麻子那儿就出来了。这掏人脸子呢？不用偷，你要随便拿，你不是没有不了解我们那儿，关键就是也是能力太大。谁的？我能力太大。王麻子就特早，不好好干活。怎么不好好干活？年纪也是年纪嘛，怎么呢？是不是？让我写回去点儿，写回去点儿，写完了，他急了，怎么？你写对联还能急了？干活儿可太好，要不过去，韩信为什么死？嗯，功高盖主。你见天你跟王马子这儿，你忙，就说王马子就行了，是吧？写对联写太好了，您您说说您这对联。我今天一提这眼泪都快下来了，没关系。真是挺听啊，那您多上点。无论是文学方面啊，平仄啊，字儿词儿都好。您说，给王马路写的呀？上联是，上联是，好刀好剪子，断开人间恩怨。好，不错，有深意。嗯。下联呢？百年老店王马子。这就水了。横批，横批最好了。是横批。我爱张小泉。我说你怎么走的那个？啊，到现在我纳闷儿。您甭纳闷儿了。嗯。啊，这两码事，您跟人这个。后来就不让我去了，不让我去也没事，民间一样，给谁写个匾，写个对子，我是很愿意做的。哦。多少个名家来看看谁写的好，来，你看我写，我写字，写字你给判一下房。哦，还有探访，探访知道吗？就是看作业。咱家里写毛笔字，老师拿着红笔画圈，对，这一那儿写画一圈，对，这撇好画就探访这个，没笔好画。看我写的字啊，嗯，他们挑出毛病。是啊，多的不写，画来一字，你们看哪好？嗯，谁看谁看，嚯，改好，画来大圈，把字儿都圈上，就我写的拆。您这字儿是要不得了，这字儿。啊，后来就说写一个字看。写俩字，来俩字，办证。这后边给我打分啊，一三八。人家是分吗？你算一百分满分，我这个一三八零幺零八零四七二。您就取那三八就行了。啊，这都给我写的。西单商场去了吗？西单商场谁没去？那四个字写的好吗？好啊。谁写的？那是刘炳森。哎，罢了。看这你就知道我这水平了。怎么呢？他替的我。叫他那年人着火，我进去了。您进去了，让人给办了。按我那会儿，我正见字儿呢，知道吗？要不然他没功夫啊，他是没功夫。他替我写的，嗯，要不然那字儿我写的。哦，哎，就是有学问，有学，不管是写对联啊，还是说写个走方啊，写快点，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反掌，易如反脚。反脚干嘛呀？反哪儿？你说反哪儿？地如捏脚。啊，或者足疗，不是怎么是足疗？足疗怎么足疗？哪儿足疗？易如反掌，易如反掌，先反掌啊，后反脚，你看还是跌脚。我就说我会写呀，会写这，我这个词儿啊，文人的本色。好，好，行了啊，不用下去啊，文人嘛，不用这么大身子。您要肚子里有词儿没关系啊，今天给我们在这儿写几副对联怎么样？来热，来热，好不好？你看这大过节的，我别添堵啊！您这到底怎么样啊？这点着了能添堵？有时候行，有时候行，有时候行。来吧，别赶那时候啊！我那作业都好，我那分儿也好，是吗？你看吧，啊，行了，就冲您这分儿，我们也得听听。好，来，我给您出个题，你说，好吧？今年我们这个，你来。什么就我来呀？啊，没说完呢。废话还没说呢，有点紧张。吓我一跳。今天我们这个三里屯的剧啊，怎么文人都像您一群一样的？你就来吧，来吧，来吧。啊，哎，新落成的这么一个剧场，这儿啊，哎，在我们这儿叫曲艺园子。您给我们这个小园子写一个，不是相声场子吗？对呀，相声场子。张嘴就来啊！您先说说。上来特别的简单啊。上来。上来是。继承振兴，破
在眉睫，尽我等微薄之力。下联：弘扬发展，刻不容缓，请诸君贵手高抬。好词儿，横批：快去买到。贴两边啊，啊，贴两边，贴两边，不贴这个，不贴这个，都贴这个，这儿有，这儿写半张，哎，这儿门口写拆的，怎么的？行了，算了吧，出了我们这门往右一啊，我一头房好，别去，哪儿啊？往右转，到哪儿了？是怎么着？我怎么没注意过呢？我老看旁边是书店啊，我没注意这个。您就在书店边上。是吗？啊，您进书店的时候就进去，可能不是。哦。哦，你老去那儿看。洗头房给写一个。洗头房。对。我没去过，我怎么知道好坏？哎，您想象吧。想象啊。凭您的经验。哎。小门脸儿。啊。小粉灯，你看，一姑娘。有生活。给于谦烫头呢。听啊，里屋黑外屋白，灯粉酒绿，是这样。下联：裙子短大腿长，纸醉金迷。横批：欢迎于谦。爱你啊，干嘛呀？多好，这行好什么呀？这多好，上下联不错，还横批啥？还写哪个行啊？哎，啊，这么着吧。来的各位朋友什么身份都有，里边肯定啊有当官的，有这让我们想起来呢，现在当官的和以前当官的有区别。您给我们写一写从古至今这些官员们用一副对联改的新旧官员的不同。对对对，你是个容易惹祸的。我们就为惹祸来的。你这个心态非常的洗头房。新旧官员，新旧官员，过去也有官，现在也有干部，不一样。是，先说过去的。您说，下联：红米饭难过汤，老婆一个，孩子一帮。哦，下联呢？新官员了啊。现在，白米饭王八汤，孩子一个，老婆一帮。横批是与时俱进。那就说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来听我们相声啊，您给大伙儿写啊，给观众写，对，做张嘴就来。您说说上联：心想事成，福如东海长流水。下联：万事如意，寿比南山不老松。横批：多福多寿。啊，大伙儿这个还真不错。再说一个，还有几个吗？哎，老喜欢你说上哪儿比的？我们这是相声。哦，这儿也行，这儿也行，这儿不行，这儿先不行。什么行？看您这句话，我们净卖艺，我们卖身，我们业务上不去。行吧，相声员的您得相声写。相声有什么可写的？是我们那没什么写，主流那有的写。你这是不打算回那边干去了吗？我压根儿没去过。好的。那以后人家可以问他，庙会都不找你了。闲着呢。你说相声啊？哎，主流相声。那你说哪个团的？哎，这个。你是豁出去了。听我这上联：蒙领导，口中说形势大好，哪管你爱看不看。骗观众心里想，赶快发财，谁管你爱听不听。横批，横批，嗯，就恨郭德纲。啊，这横批在这儿可不对。哎呦，你糊涂啊！他要识数，他干这下三里边。我说数不对。好，那刚才您提的哪团的啊？咱们有当然一条心儿在团里。我跟你说是哪位？您先生和我先生。对，哎，这说相声不带说家属的。那不行，这在团里边的，您刚才说的。我师傅都没了，你师傅还在。啊，这给没了的和在的。
都写着，先写。先对我师傅说，侯月文先生，我师傅这一周眼泪就得下着啊。没关系，您先说。听我这上联，上联是：想当初威风凛凛，世间都说荣华富贵。下联，看今朝煞气腾腾，人间都叹世态炎凉。好，您说说您这个横批，横批，嗯，兄弟情长。这不必解释了，这不解释了，不解释了。我师傅去世了，你师傅很好啊。您说说我师傅很硬吗？老两口都好，相声大家师傅范先生跟师娘老两口真好。对，过年了写部队了，哎，您给他们写一送给你师傅跟你师娘，好吗？上联是，嗯，英雄宝刀不老。下联，老娘风韵犹存。横批，喜羊羊灰太狼。这好吧，这好什么呀？你这啊，好呀。刚远点吃啊，咱不说这么近的，吃不远，吃哪儿都算得回来。哎，咱们这儿有一个相声演员刘源，啊，刘胖子，傻子啊，头两天结婚，对，您给他写的。这个德云社一说相声叫刘源的，对，这比这桌子还得宽，胖成这样了啊！他刚结婚，给他写副对联，就是咱自己人的。上联，天上金童配玉女。下联，地上瘸驴配破驹。横批，奸夫冤枉。你不是不是，自己人叫对对对，自己人自己人忘了吗？他原来是主流相声的，原来是奸夫冤枉。斗南，大胖大胖大胖啊，小心床铺。这不用您提醒，嗯，啊，说点现在最尖端的吧。谁呀？高峰啊！啊，高峰，我师弟啊。刚才经过这个足球门事件了，他给高峰写一幅吧，不是写一幅。投名诗访高友，热爱相声艺术。说的对。下联，观比赛看直播，喜欢体育争锋。横批，别惹球迷。好，就剩咱们俩了。我还咱俩什么？先写您后写。先写我啊。嗯，相貌一般，人缘就算不错。客气。下联，嗯，声音尚可，诸君倒还欢迎。横批，我爱观众。啊，嗯，接我吧，快到你了。想好了再说。里无黑，外无白，灯粉酒绿。说正经了，说正经的，你啊。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下联，流氓有文化，谁也谁也别害怕。行，您先说，我呀给您的题目，您说吧。您比如说，我也结婚，您就说。天上金童配玉女，地下瘸驴没这么怕。我要这么怕啊！哎，切合实际。哦，切合实际啊！对，你这最难说，必须得洗头房里找着。结婚有上洗头房的。你听这个，您说上联，亲朋贺喜百余位。这好，嗯，下联。新娘携子两三人，横批，进门当爹。其实我们俩很少说这个什么写对联卖春联啊，基础啊，这个很少说这个。后台孩子们多，板机口八姓名啊，地理图啊，他们家孩子们就是他们留意的。你甚至去包括黄鹤楼啊、分河湾，这都是小孩活，对，这都是基本功的东西。大人老说这个让人笑，是不是啊？哎，有时候孩子也说说一遍，会不会啊？是谁孩子啊？我赶紧出去找人问去吧。你说还是不会，就怕他们看不起我们啊。是，其实有的这些老热的刀子出来。大伙儿听着也挺高兴，哎，你放心，是不是？正月十五，过节，上元佳节，
大伙一块儿吃元宵，热闹啊！昨日过了十五，这年就差不多了，就算过完了，哎，就算过完了。嗯，今天我们跟楼里面就吃元宵，是团队学员嘛，图个吉利啊！于老师家里边吃元宵，那简直是在，就快吃腻了。我们也老吃元宵。我大伙说：“你不老吃元宵，你爸爸老吃元宵。”干嘛老吃元宵？他父亲，嗨，知道不知道啊？我跟大伙念一念啊，谦儿哥的父亲，你想好了再说。都过年了，你让我随便说。随便说呀！平时我净听你的来着。谁呀？平时我也净听你的来着。你平时都听，过年就得听。那没事，我非听不可。听完后有好处。您说，给你压岁钱。啊，不要。你不要，我愣给。哎，三点零钱拿过来，来。给他税钱，我说剩零钱了吗？不是，你就没意思了，这就啊，拿了钱还淘气，这老骂街，不敢多给你钱，给完钱你就里乌黑外乌白，他那要都忘笼子，我都是骂的，不是，没事吧？小弟，小弟。小鸡，你给那儿代言，咱们成功了。为什么说于谦的父亲净吃元宵呢？啊，又回来了，我忘不了啊。因为于老师的父亲，吃元宵不花钱，怎么能够不花钱呢？他爸爸住一小平房，屋里边院里有三间，外边两间，外边两间租出去了。啊，那是门脸啊，南方的小夫妻跟这儿租房做买卖，买元宵。啊，就是不挣钱是吧？是买元宵能卖多少钱？小本儿，刨去了房钱，反正够吃喝，这就不错了。小两口带一孩子，孩子也就一岁左右吧，小的，在家里边摇元宵。你好不容易吃元宵，你不知道元宵怎么来的？那怎么做的？把芯儿弄好了，一块一块的，四方块跟小糖块似的。它有一个大笸箩，糖块蘸上水，扔到笸箩里，再撒上江米面，就这么。蘸着火了一摇，它那糖块四方蘸上水之后里边有面，就沾上面了，沾上面越沾越大，而且那里是圆的，摇嘛，摇最后摇出元宵，是这么来的。卖人家上小胡同里买去，你们净买大店子了，其实胡同里那也好，现做，买生的也行，买熟的也行，还有卖熟的，哎，熟的旁边支一炉子，做一锅，水舀开着，出来时候当时你说，现在就吃，人家一家三口买这。啊，媳妇抱着孩子，包元宵，有这手艺。丈夫跟这忙活活的，租了这么一家，他爸爸见天去，老爷子心眼好着，真好疼人。那知道外地务工人不容易，嗯，然后去照顾照顾。那下午三四点钟睡醒了，嗯，出门打一照，哎，怎么样啊？问，好心眼的人。那是老得关照。小媳妇抱着孩子，这包元宵，他爸我俩，哎。不行啊，够白啊！谁够白呀、啊？抱着孩子够白啊！我孩子，哎呀，够白啊！孩子够白啊！哎，小媳妇也挺白啊！哎，这就说到张妈身上。好啊啊！行啊，我看不少卖，那不少卖啊！这正吃元宵的季节啊啊，挺好。啊，真挺白啊！行啊，小明。他门口新开洗头房去吗？没错，别老搭话嘛。说点别的，是不是？人家丈夫忙里忙外，回头看，于谦他爸爸又来了，啊，他过来了，老爷子，给您煮点元宵吃吧。差不差不？拿这儿，合适吗？你合适不合适都加一会儿，见天吃。来，赶紧去，来来煮。这一大捧扔到锅里边。哇，一盒煮开飘上来就熟了，这快。刚才有小插曲，弄个孩子呢，抱着孩子，一岁的小小子，小八小子，穿一开裆裤，坐在他妈这胳膊上要元宵，孩子刚才闹就这样，小方便一下，小孩他就不会说，一岁二八烂叫的，想在那儿干着活，行了，烦，讨厌，这摇着元宵，这孩子就憋不住了。一会儿的功夫呢，把灯这是这拉出来了。
脏了你。哎，谁都从小孩过来的，谁家里都有孩子。好吧，听这么一个，哎呀，我过不了，那你就出去吧。看见没有？你好多人都是，他听他也乐意说，哎呀，真讨厌，你要死怎么着？你也从这么大来的，你有这时候，这家常里短的话，对不对？跟谁说都能说。孩子拉着你一个，这钉点儿，这钉点儿啊，拉着点儿，那嘚儿掉火了，掉火了你。一岁的孩子也就这么点儿。那个于老师，我晕了。这就不完身了，知道吗？这是送的，这不说，还没盘上。哎呀，太难了，你说点别小孩那个，把嘚儿掉里边，他妈是忙活活的。你想，他一站上面，也就跟着摇起来了。他再小，他也比那元宵馅儿大。我个儿大。最后摇完之后，这更远。你说给老头煮呢，一抓一大桶里边。头一会儿就是大个儿，搁锅里煮，哇，他都是上来的，熟的快，馅儿是熟的呢，这是赤肉，好，一大勺，尝到碗里边，拿筷子，老爷子来，您尝尝吧，吃吧，大了，哈喇子都下来，好，人呐，吃东西都摘大个儿。你想啊，都这样了是吧？啊，有几个恐龙啊，是不是？恐龙让你一大个给哥，因为他后边还藏这么大呢，不别信他啊！啊，你大了头一块，把这巨大的这就夹起来了，还亮相，吃就吃了，怎么？哎，这巧克力馅儿不甜啊！又盛一碗，又盛一碗，就这么一个，没了。这个说真有假吧？什么叫有真有假呀？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后来他们家不承认女儿，压根也没有说相声。你说些这个事儿。别小事儿，好多人净跟说相声较真儿，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哎呀，你这个生活太不幸福了，真的。见天跟说相声对着看，你这准有心里没难的事儿啊！您是于老师，你说完都高兴，这也不至于那个境界啊。当然了，你说一乐，老爷子可不是干这个，老爷子好人啊。那个有人见过没见，拜个月啊，这多文化，都是挺精神。也真是爱研究这个，文学艺术，人专业都不干就对，但是爱研究，没事上家去，屋里边各种的书都有，啊，都副版的抓的，都是老板的公司，就研究这个，说咱不懂就爱去看看去。王大爷，您看这，我爸怎么姓王啊？他名字叫小王，啊，叫哎于老王，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名叫小孙。哎呀，这一名我得搁仨姓。嗯，爱跟老师研究，没事净研究这个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上家去看，你看新整的，蒙古那个车王府曲本，就李叔原本上这儿出的。看看，研究梁祝。哦，梁山伯。啊，资料，从南到北，梁山伯祝英台，很多故事都是老头研究的。哦，包括一些离曲小调，你看，小孩还爱唱。哦，还喜欢唱啊！你梁山伯好声节带唱法不一样。嗯，听过越剧的，你有听过什么京剧的？叫柳荫记。是啊，但是民间过去小调就说梁山伯祝英台，这真挚的爱情。对，啊，就是快。有时候我们老爷那个梁山伯祝英台那怎么唱？怎么着？这就唱，他声音没有什么亮，真归他不是干过，但是这条对好。您唱。三那夜，三那静，睡呀么睡不着啊，睡呀么睡不着啊，我头目叫姐心宽，吃不能东墙东墙，一呀伸手摸了是在姐姐的头发上啊，姐姐。我怎么听这词儿像十八摸呀？就打小了熏陶，熏陶，没有这熏陶。
啊，对，后来这个记得小辫是从梁祝里摘的。哎呀，你越来越把我骗了。哎，打算骗我呀？你打算骗，你说这意思是后来是叫十八摸了，怎么着？就是研究研究，梁祝也没什么关系。梁祝不也十八摸就死了吗？哎，没听说啊。这是北京的唱法，十八摸好几种唱法。没这十八摸，你说这个啊？我给你解释这个，东北有东北的唱法。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您瞧您这有研究的。说梁祝说一半，您就问这儿去了。就不提了，这不会了。安徽宿县也有这个。我的小郎君，哎，叫我做什么？我只许你看，我不许你摸，我一定要摸偏了你摸。笑你呢是怎么的？老郎君十八摸会五种，算了。你看这个好，谢谢大家，谢谢。夸你呢，这边几个女孩子特别的鼓励我。那我给你弹一全本好吗？那你们谁上来配合一下？您这个三点啊，这台上不能唱，台下也不能唱。我们唱点能唱的好吗？相声也是门功课，说学就唱，就不唱，就不让唱，啊，逗唱，说学逗唱，这个唱是太平歌词啊，听过德云社的人都知道，说学逗唱那个唱是太平歌词。嗯，大伙唱几句，咱们听和热闹，好吗？唱的怎么样？咱闹会还有什么？白蛇传。白蛇传还有什么？五龙捆还有什么？好，葫芦娃第一次用枪。好好，你还有谁？好，我们让他先来，好吗？因为是他先喊的嘛，是吧？啊，其实太平歌词好多唱了，好几百段啊，大伙可能熟悉的这眼前这几个啊，我们最近有时候。也就唱太平歌词了，全人刚啊，刀光剑喜啊，啊什么这个玉凤香招啊，满江红啊，过节了，周华健，唱一个以前没唱过的好不好？好，您就得见识一下。这个，戴着玉子啊，要知通知。啊，这个应该是用竹子，我这两块是紫檀的，这色儿用了这么些年了呀，看着啥事是吧？你唱一个太平歌词，唱哪一段呢？满江红吧。满江红啊，满江红唱过了，直说也没唱，直说唱也没看，你看这不看？哎，不小心眼儿，到底会不会呢？我给你编一个。我想想，看不见啊，因为这个啊，是为什么这俩在背后里待着？这是为什么啊？小会儿啊，因为是太平歌词最早用两块大，两块大的一块小的，后来就好用，都改两块。拿这个上一块儿击节而歌，哦，这个捣乱的稍微起哄。嘿，没什么必要，后来就都不使这个。你们猜吗？我再给你一机会啊，看看你们猜是哪段啊？都没唱过呢，猜什么？反超不对，猜错了，还有什么？再猜错我就走了啊！什么？这是网约车，不，这是一个歌颂性的节目，就经典协会。那以后少看电视。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他们说这以后能练出帕金森的。真就是真当正经了。凡是人学好莫要凶残，行善人道有这天有福，作恶
赵全，昔日里有个富罗布，七天学法，法号叫木莲，他的母在人间不行善，那阴曹地府受监，木莲僧辞别了佛爷的家，他阴曹探母走一番，家乡的云一阵阵光华灿烂，赴望山安川，两泪连的连，似高万两不应，人肝肠寸断，上体要火看见山的灯，大哥在树林缠的冤，火灯子在火灯清闲。飘江山，山水我难呼唤，江山常在梦里观，清闲哦啊，木莲僧看罢了多一回，阴曹府不远在面前，酒欢喜上点了三点，打开了风度，打开了鬼门关，他这里恰恰来面圣母子见面泪连连，他母子诉的是离别的苦，那一旁放走了恶鬼十万八千，到来七月十五设白蛇冤盆而会普天之下化之前，一言来唱得尽这木莲舅母一个不断，我是愿诸位这阖家欢乐是福寿绵绵啊。木莲舅母啊，还没歌词一小段，这种唱法属于是带牌子的。对啊，这些日子真又恢复了一个老节目，就是带钱儿的这个带牌子的老妈上京，老的一桌一本太平歌词，当地有什么六七个冷牌子，吴桥烙的云苏调啊，大行春啊，枣花台啊，小孩带叠烙金钱呐、啊，这么一个，这带钱儿跟我徒弟郭和明就说着这个啊，等他会了，咱们哪天。咱们台上唱一个，这玩意儿多了满说还唱几百个，还能唱啊，其实挺好，可惜了耳朵都淹起来，是不是？那可不是，演员不爱唱，也听不出来，这有挺费力。你刚才那一头一尾太平歌词，当那种吹腔，完事带着两块山歌啊，这得下功夫，得学。这都小时候得力于那会儿基功，早上起来和尚安嗓子，我们都是这个，都练。我都骑着比鸡早，睡着比鸡晚。就不能喝点的干净的话。您头上那话就不干净，真的呀、啊。
其实说句良心话，于老师也会唱。我可来了。学坏了，别让他唱咳嗽。你们让我唱，我就死这儿。然后我就哭嗓子，吐一地。实在是嗓子，一直憋一直闹。啊，一直闹心态。闹心态啊！啊，这个，嘿，赶快就喝水来吧，于老师。这个于老师休息休息，过年之后等做得好。他最近确实是啊，嗓子不太舒服。前两天上医院检查，大夫说这个咽炎啊，又犯了。你看看，了解，都给你检查过。他给我做了手术。下手下手狠啊！啊，让于老师休息休息，有合适机会，下次啊，每回搞一个什么歌唱音乐会，音乐专栏，咱们好了点。相声啊，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但你说弄好了可不容易，而且这行来说呢，有人说哎，有遗传好看，不尽然，是吗？有遗传就落一个说孩子健康的后台形象。你说台上，您记住了，这父亲比如是大角，你看他的儿子几乎没有超过的父亲，哦，都超不过他，能赶上就不错，孩子跟这行干就不错。老话说得好，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不是用功不用功问题，他有很多的原因集中在一起才能塑造这么一个演员。那啊，孩子他不一样，所以说有时候会很感慨。但是说后台这几个孩子，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我儿子也好啊，于老师啊，你到我这这辈儿不就停住？不是，我说话粗鲁嘛，你老到我这啊，我的儿子，他。他的儿子还有李星的儿子，这几个孩子在后台待着。李星的闺女，李星闺女，后台有人看孩子玩，也感慨啊，小孩家长在出来说相声，孩子搁后台，你说这以后哪个能干这行？就在这里头熏吧啊，没一块玩儿，都挺可乐，孩子可乐，孩子倒是都不错啊，后台一块玩，我儿子最大这几个里边，捧他们玩，弄个玩意儿，弄个笔来画画吧。画画，画爸爸说相声。对，父亲都是干这个的。我心里想，我儿子想画一桌子，画俩画，俩人，爸说相声。这形象。李星的闺女也画，画俩人，这边站，眼珠子在这儿，啊，旁边站小人在这儿，有人跟你眼一边大，这大眼珠子，大眼珠子我干，这小人何云伟，哎，很形象。爸爸说相声，啊。于谦的儿子也画，怀大床，啊，一男一女的，这女的这妈妈，这男的邻居王大爷，王大爷，你爸爸呢？爸爸说相声去。感动思节，提出我志志诚诚给您唱的段《大乔小豪》。微信搜索郭德纲视频，钢丝儿都说德纲好，领着大伙儿去洗澡。谦儿哥来把大伙寻，发现嫂子可不行，嫂子在家看视频。微信搜索郭德纲视频，德云社里一枝花，小月月来把大爷夸。抽烟喝酒又烫头，养鸡遛马去逗猴。来，不废话，用微信搜索郭德纲视频，嫂子和你嗨到不行。